烤牛骨髓。这碗烤的，这还掉地板了。我都没敢吃这个呀，怕有人说是鸡蛋糕。嗯。哎呀，你看这家子。干嘛呀？嗯，点点双击，明天给你们出一个长版牛骨髓啊！今天吃的不咋过瘾。
牛骨髓。好小，这个大，被我煮化了吗？煮化了，哈喽，真的牛骨髓。有人说为什么会这么满，一定是假的，你们煮出来的就很小，是不是？那是因为你们是用大火煮，小火煮出来的都会有这么满。嗯，嗯，妈呀，太香了，大火煮出来的它就把油脂煮掉了。嗯，有人说我们不把这上面的吃干净，下次好再用一次，是因为吃不动。我发现解释不过来，所以呢也就不解释了。哇，真的好香啊。哎呀，进不去。你看。嗯。真的太好吃了。
天哪！太香了。出不来。闭着眼睛要把它吃完。哎呀妈！哎，真的要不用，要不然老香了。这个好，这个大。哎呀！牛骨髓。以前不吃就会想着吃，我妈给我做的是麻辣口味的，哇，姐妹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上戴的这个手套，这个是这样的手套，这个手套平常是我们做卫生啊、揉面啊都可以用的，你看是这样的，厚，很厚实的，和我平常时之前卖的这种手套完全不一样质量，这个是16.8块发100个，像我手上戴的这个，平常时洗碗啊、做卫生、揉面、吃小龙虾戴这个都特别好。上面的肉筋真的是脱骨了，这个炖的有点空啊，都缩了。叛逆，
拿了点糖蒜，糖蒜是酸甜口的。今天吃个牛骨髓，我买这牛骨髓是不是上当了？老铁们，我怎么感觉这牛骨髓这么少呢？这个还多一点，这个你看这种的，这里边基本上没啥，你看。这个干脆都没有。
不过它这个筋倒是挺好吃的。当时我买的是骨髓呀，上当。嗯，这个还行。嗯，我买的就是这种式的，一吸溜就没的那种，结果他给我整的都那种大筷子。这个里边没有，没了。Hello， 姐妹们，吃鸡蛋糕。丈母娘鸡蛋糕，这个酱给你们挂下边那个小黄车里了啊，家人们。然后你们要吃的话，你们就去拍去，拌点那个小凉菜啥都行。鸡蛋糕，就是大骨头的一天。今天咱们再吃一个牛骨髓，今天这个骨髓聚的有点大哦，它是大个儿。这油，哎呀，不好往出快呢，它这。它这焦黄的油啊，哎呀，你快都往出冒。
这才煮完有点烫。妈呀，这油！嗯，刚煮完真香。嗯，你也馋了。刚煮完有点烫，对吧？